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答记者问。有记者问，5月23日，美国总统拜登在访日期间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，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？答，中方注意到，美方5月23日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，中方认为亚太经济的成功受益于开放合作、互利共赢，相关倡议要为本地区繁荣发展贡献力量，应保持开放包容，而不是歧视排他，应促进经济合作与团结，而不是损害和分裂现有机制。中方一直以来对符合上述标准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均持开放态度，中方将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，与亚太地区贸易伙伴同舟共济，命运与共。中方愿进一步深化与各方的务实合作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，促进本地区经济复苏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。